Hello， 大家好，我是塔鲁比。今天要继续 X7 的进度哦。好，等一下，机器读取。片头曲是艾内里菜所演唱的《Cold Crush》，那我们上次听过，我们就不再听了。好，那我们开始哦，开始游戏，然后选择 Continue， 接续上次的游戏进度。好，那上次我们打败了这个军人金刚。那主要是整个故事是从艾克塞尔呢逃离那个流氓猎人集团红色警戒，然后一起加入了艾克斯这边的反乱猎人警察团体，然后现在一起跟着杰洛来处理这些非正规事件。好，那我们选择洋葱。哦，先选择洋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比较好打一点点。龙卷风洋葱，他在跳芭蕾舞，很像芭蕾舞啦。好，那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注意速度就对了，一定要赶快救到人质。再强调，人质蛮重要的。OK。好，这个时候艾莉亚会有话跟我们说，我看一下就好了。好，冲刺哦。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救人的时机。总之这一关救人要快。靠腰。好，小心就对了。哦，超烦的。哇，我靠，要小心。以免他弄死我们的人质。他那个，完了。好，小心哦。干，被他弄到。操，不要再过来。干。啊，跟踪的欸。好，好，快过了，快过了。好，过了，赶快上来。这边真的要很注意啊，否则他一弄人质就死掉了。好，这边有大补。那等这个东西爬上来，我们要攻击他。好像是一个巨型的寄居蟹。干干干！哇哦哇哦哇哦！哦吼吼哦吼吼！头快出来啊，寄居蟹！哇，这也太猛了吧！一直来，这个横向的刀很贱的。啊干，刚好被切到。他头要不要出来啊？打到一下就躲就缩。好，那用杰洛来躲。有够讨厌的。好。
打不到啊，妈的，要碰运气啦。干！他头都不在我这里，我怎么打？你看，我都没有那么刚好，我没办法打，头一直缩起来。不用打啦、啊，头在那边，过去又来不及了。好，终于可以多打多下一点。好，又缩了，又缩了，又缩了，靠腰。这浪费时间呢、欸，人。好，他头在这里。好、哦、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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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打他超浪费时间。这关卡也很像那个 X 6的一个螺旋楼梯那边 ，X 5啦 X 5 Ready？ 好，继续哦。哎，等，好像还有往上爬。好，这边要赶快。好，刚才那个我们救到了。好，看一下就好。这个小蝙蝠其实之前的 X 都有出现过，它就是有一些怪物是从过去的洛克人X 里面把它 3D 化，然后这一次也多了很多这种看起来像思考型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人。好，来干！哦，救到，好可怕！这边有会消失的地方。哎、欸，干嘛的？掉下来！我靠！好讨厌哦！哇，那个视角实在是让人家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慢慢来。这个爱心我想给杰洛吃啊。他就掉下来了。都快死了，还掉下来！好，等那个。哦，好，好，好，算了，吃到掉。哎、欸，血都快没了。飞过来！
好，上来了。好，我们的芭蕾舞洋葱出现了。アクセル、いい顔になったダスな。一皮むけたダス、でもオラもむけたダス。ビロービロー、ガハハハハ。好。相変わらずだね。还是老样。まさか。電波塔を乗っ取ってオラの華麗な踊りを放送する計画を止めに来ただすか。く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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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レッドもきっと怒ってモニターを壊しちゃうからね。カーンダス。好，我们要开始解决这一只洋葱。哦，躲躲躲躲。躲哦，这只算是相对不那么难的王。哇哇哇哇哇哇，躲就对了。他攻击的时候滑开哟，适合远距离打他。其实蛮多王都适合用远距离打的。臭洋葱，射他！哎、欸，干干干干！哎、欸，喂！啊，我靠！被他逮到机会，靠近！因为我血本来就不多了。打三 D 游戏头好，头有点晕啊，那个视角的变化实在是有点。哦，这个，哦，跳起来，跳起来。哎，我好像快赢了。好，赢了。哎，洋葱算相对好打的啦，用艾克塞尔就可以完败他了。好，我们获胜喽。得到龙卷风。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晶片，就是至少可以强化我们的能力。好，那看一下，看有没有漏救的。这一代的系统比较特别，它就是救完16个人质之后呢，它会告诉你这16个人质身上有什么东西。然后最重要的就是那两个光碟片，可以强化你的角色。好，那我们选择强化角色咯。杰洛的部分，好，杰洛的话我们强化他的同来，杰洛，我想先强化他的这个 speed 这边，
然后艾克塞尔强化他的 power。这个没有一定啦，就是看你的习惯。那我们继续选关喽。好，选关。好，有故事情节，稍微看一下。そうそう、話の続き。僕の仲間、レッドアラートに腕利きのレプリロイドばかり揃っていたんだ。ほとんどが犯罪者だと聞いているが。そんなことないよ。基本的には悪いことはしない主義。そりゃ時には悪いことした奴らもいるけど。それで。でも本当に悪いことなんて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突然みんな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んだ。他觉得，就是他原本的那个集团的人突然变了这样。イレギュラーハンターや罪もないレプリロイドたちまで襲い出したんだ。性情大变。OK， 那总之他原本所属那个红色天使团性情大变，背后主使就是西格玛啦。好，那我们继续哦。打哪一只好？我来看看哦。洋葱打完，我们来打飞鱼好了。OK， 那选择飞鱼关来闯关哦。飞鱼这只王比较难一点，呵呵，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遇到他会死比较多次一点。好，没关系，挑战一下吧。而且救人质要紧。哦，我没有结论。哦，等一下。好，这是在一个船上面的战斗，到处都是船。这是乌龟，把它爆。OK。我们的攻击力是有变强一点了。等一下要注意一下，因为有这个人质要救。好，救到，不然会被他 K 到。好，这时候艾莉亚叫你，其实蛮烦的。干！哦，那个刚才我跳起来救的那个非常容易被打死，所以第一次玩的时候要很注意。这个乌龟就赶快把它打死吧。我觉得这一代的调补率真的很低耶。好，遇到中头目哦，调补率真的蛮低的，所以常常会莫名其妙血都快没了，然后没补血了。哦，等一下哦，是一台鸟型的飞机。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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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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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这个臭鸟被我们打死。好，下一个 part go。 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这种 3D 版的洛克人，就是我自己个人是没有非常讨厌，但是
也不会太喜欢啦、啊、自己说、啊、好看一下，我们要先抢快去救那个德智，好救到，好，哦，好，这两个，好爆了爆了爆了，好叫杰洛出来，等一下。这一关要一直注意这个箱子背后，箱子背后应该都会有一些重要东西。好，这边有一个 help。好，一冠，拿到一冠，太好了，我们现在有一冠了，帅。记得哦，一冠在这个箱子的背后，有点难找到，因为它那个整个 3D 视角的关系哦，非常的啊干，你看哦妈的，我根本看不到、啊，妈的，就是这个要这样靠近才看得到透明呀。好，我们检查一下，应该没什么东西要拿。好，前进哦。啊干，这个。海龙的喷火，其实不难打，用艾克塞尔这样子把它打死。这边比较废一点，这一段。好，第三 part， 第三 part。好，来，等一下、哦，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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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小心。很怕的致死掉，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好，不要乱打、okay、这边有人要救，好，这边有个爱心哦，好、啊、艾克塞尔知道，爱心藏在这个箱子的背后，非常烦。第一次玩根本就是不知道。好，救到。给杰洛救。好，慢慢来。那这个就是要打掉他所有的小炮台，他就会爆。这是一个中头目。好，那我们换杰洛。先用杰洛打掉一些。好，再换成了，看，还是反。好。好。其实，换成杰洛是当肉盾，尽量不要让艾克塞尔受太多伤。因为艾克塞尔的跳跃技能没有杰洛来的好，还有一个炮台哦，哦，两个两个，好，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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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loading 一下。Ready。
等一下哦，赶快换节奏。お願い。好，要小心呐、啊。好。爆干！还好，还好，还好。等等等等等，那两只最难救，要先救。好，接下来比较稳，慢慢来。透蜜蜂，透蜜蜂。好棒！交给杰洛。好，跳过来。OK， 这边完成。打王，打王，打这超紧张的，都怕人质被打死啊！而且那个视角哦，真的是快要弄死我了。有时候转来转去，我不知道我到底转对还是转错。好，这个是飞鱼哦。ここまで来れたからっていい気になるなよ。お前のバトルシップは海の底だ。無理せずに逃げ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バーカ、ここまでは計算通りだって言ってんだよ。バーカ、ここまでは計算通りだって言ってんだよ。OK。好了，学一下嘛。俺の絶対料理、てめえ自身がしちまったんだからな。行くぜ。行くぜ。好，开打了吧。废话不要多说了，臭鱼。Burning，Burning，Burning。哦，看这一只不好打，等一下哦。OK。Are you？ 他是讲 Are you 吗？哥记得哟。啊，不知道他讲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飞过来。啊干！哇，这个超痛！干干干！哇！这次不好打，这次不好打。好，一直消失。这次要小心。哦，可能这条命会送他吧。我记得他，我挑战超多次的，不好打。哇！爆了啦！靠！好，重来。好，先站在这边等他。有时候他笨笨的，有时候超聪明。等一下，等一下，像现在蛮聪明的。啊，改改改改。哇，干干干干干干，这个超讨厌！妈的！啊，不知道赢不赢得了，赢不了，碰点运气啊！打他一点运气。好，等一下哦。收敛。哇哦！哦，爆了，帅！
哇、哦，超难打的！帅帅帅帅帅！耶、yeah ，打死！好，我们解决两只王了，哇，超紧张，超紧张。其实我对这款游戏不是很熟，所以打起来特别紧张。好，我们节奏拿到关刀哦，水裂闪，超像关刀的一把。OK， 它其实就是一把新武器，完全全新的武器。那因为剑形的关系，所以长度比较够，可以戳到比较远的这个敌人。好，那我们过关了，太好了。那应该有，应该16位都救到了、哦。好，没有遗憾，我们16位都救到，太好了。OK， 那继续。好，有两片的强化晶片哦。那我们就来看看要强化在哪部分。我还是一样公平的分配，一人一片。这个结合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放在，我看一下，好吧，放在 power 好了。有时候这个它的攻击力增强还是蛮有用。我那另一个就放在 speed 吧，连射速可以增加。OK， 好，那这个。好，完成。好，那我们记录一下，今天先玩到这好了。超紧张，先玩到这。下次再接续这次的进度。所以 X7 我要玩慢一点，因为很怕有人质死掉。OK， 好，完成。完成记录。好，回到选关画面。好 ，stage selector。好，它这个预设都是否，所以有时候选起来是非常麻烦。每打完一段，都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进行。突然変わったと言っていたな。ある日レッドからコピーした DNA データを渡すように言われて、それまでは一度もそんなこと言われたことなかったんだ。まさか。まさか。そうなんだ。それからしばらくしてみんながどんどんパワーアップし始めたんだ。DNA データを利用したのか。多分ね、詳しいことはわからないよ。レッドは何も教えてくれなかったから。其实他再详细也不知道了，雷德没有跟他再进一步告诉他进一步的资讯。好，那其实艾克塞尔不是个坏人，他是蛮好的一个人。然后从红色猎轮集团出来，红色警戒链的集团出来，这个艾克塞尔身世不明。好，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下次回来我就继续接续今天的进度继续玩哦。那可能，好，那先这样咯，各位拜拜咯，今天先玩到这里，拜拜拜拜拜拜。然后下次回来我们会继续带各位看 X7 的剧情哦，那就是慢慢的过一关，艾克塞尔会说一点他在这个红色警戒集团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大家会变，然后他为什么要出来，然后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会一一的把这些事情讲出来。那其他刚才也提到雷德没有跟他说的太详细。好，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那下次我们会继续实况下去哦。 OK，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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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